人各有一号，哎，有爱听京戏的，嗯，有爱看电影的，对，有爱好曲艺的，好静的那钓鱼、下棋，尤其近几年来啊，在京津两地啊，啊，有这个退休老年人呢、活动的中心点，这儿呢就这个北京叫老年人活动站，对，到天津不是了，到天津是茶社，茶社的这名字呢全是为老人取的哦，啊，长寿园，老人的名字，天天乐，万寿厅，您听这名字全是老年人呢集中到那儿消遣去啊，打扑克牌呀，打打麻将牌呀，现在打麻将牌呢是娱乐，对，解闷儿，在那儿呢多少的也带点刺激啊，挂点正彩，2块钱打一锅，4圈牌，跟旧社会不一样了，旧社会啊是赌博，哎，明的有赌博场，暗的呢在家里这叫赌窝子，你看看上赌博场那个地方去，常去了那是害人的地方，久赌无胜家，对，坑家败产呢，全家都完，妻子离散，哎，说在家里头聚在一块儿啊，私自那也是拼命，对，有这么句话呀，哥俩在一块儿喝酒喝厚了，耍钱耍薄了，对，哥俩投缘，经常喝酒，您看吧，越喝越近乎，越喝交情越深，只在一道牌桌上两句话不合就去打起来，谁也不让谁，这是打牌的这个啊心理状态，两圈牌不开胡就露出来，对，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，我在那儿站了，没有10分钟我就看出来了谁输了谁赢了，这你算什么能耐，你干嘛10分钟啊，我要去到那儿5分钟我就看出谁输谁赢，你以什么为目标呢，打牌4家打呀，谁那钱多谁准赢了，钱少那主输了，你是以钱为目标，对呀、我不是，您是，我是看脸上，脸上气色表情带出来了啊、赢钱的高兴，输钱的摔牌骂骰子，是吗，比方说这人呢赢了啊，一连气儿啊胡了3把还是小胡，打这儿就高兴起来哦，脸上有几绒，脚底拍着板，嘴里拉胡气儿啊，想麻来麻，瞅哪儿哪儿心顺，看哪儿哪儿高兴啊，这是赢钱哦，坐在这儿你给学学，今儿牌不错呀，谢谢，你看这牌多顺序啊，嗯，抓起牌来，砍单有，麻将也有，一吃一碰这就算胡，这牌太顺，没有闲牌，坐这地方也好，宝地，这小椅子颤颤巍巍哆哆嗦，要不说赢钱顺序，一吃一碰这就算胡了，这就算行了，抓一个，一个当当里根儿啷里当啊，别忙别忙，换一个，换2条，当里根啷啷的当啊，你等不等啊？对啊，他叫人等不等？这赢钱高兴了，嗯，上家不乐意了，哦，别拉了，别拉了。他这住一大杂院，你知道吗？把街坊邻居吵醒了，人家说闲话，骂街咱也得听着，一欢言打起来了，别拉了啊！怨我怨我，老二，你看见没有？我说不来偏叫我来，每天没毛病，今儿我做2把庄拉胡就不好了，不拉还活不了吗，怨我，谁让我长嘴了呢，我还没吃的牌呢，我要吃的牌我更活不了了，这不傻小子率粮抗全兵10骑壮吗，完了给我什么招我全不要，自己抓去，
拉胡琴不行，这不没有的事儿吗？这，哎，动人，哎，不拉你怎么唱啊你啊？这更厉害了，这是在赢钱了。那么要输了呢？两全牌没开胡啊，麻烦喽。哦，骰子也上房了，牌满拽桌子底去了。嗯，抓起牌来净闲话。这脸上肚子跟水似的，您再给学学，瞅哪儿哪儿别扭，看哪儿哪儿不顺眼。嗯，这输钱了啊，今儿这牌不错呀，傻小子买画一样一张啊，谁不挨谁，我糊啊，糊了大烧火的我，也难说跟你做对脸还糊得了，瞅你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啊。咱哥俩犯相，我告诉你说吧，你属狗我属鸡的，鸡狗不到头，说你还瞪眼儿，你这狗还不是好狗，赖狗，我告诉你说吧，长得就狗的狗脑，你要不拿镜子照照你这模样，哎呀呵呵，哎呦，大眼睛角也开了，鼻子也伤风了，耳垂也干了，下巴也耷拉下来，完了完了，吸胡气了。今儿个让你赢点好啊，省得明儿给你买花圈了啊。没开胡把你说死了，这是对门那家。嗯，上下家也活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上家别顶他这儿。哎，什么叫顶这儿？不懂啊。啊，比方说他打一张牌，嗯，上家那个别跟他一样，哦，要一样了这叫顶渣。哦，那么叫顶渣。比方说他打一筒，嗯，上家也打一筒，这跟着就闲话呀，这就来了，一筒，上家转过来，一筒打什么？一筒，好，嘿嘿，我打一筒你也打一筒，顶着点倒不腰疼啊。咱哥俩缘分倒不错，庙上不见顶上见，我跟你有什么过节？我把你孩子扔井了，我调唆你们家务不和，你媳妇儿跟人跑里，你拿我撒气来了。我倒霉就倒你这上家，我告诉你说吧，没用你不许拿会儿吗？谁的牌没用净拿着呀？嗯，这是上家。那么下家呢？他打这张吃不吃？不吃，活不了。吃了活不了，左右不行，一打腰肌。嗯，下家吃一个，别忙别忙，牌还不叫你吃吗？听明白了吗？什么腰肌？是您的，我正吃。你是诸葛亮转的，能掐会算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年，你前这牌子打得多神出鬼入，四七万当的还在等腰肌。嗯，我手没用到的手就吃，来一回赢一回。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，只这吃了吧？至于吗？就这耍哦，这是吃他一张。那要不吃呢？麻烦了，也不行。五万，嗯，下家不要，人家得抓牌呀、啊。对，人家一抓牌，他把手搭，别抓。哎呦呵，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？别忙，别忙。嗯，牌还不让你抓吗？我先问问你，我这张怎么了？是您呢？我不要。什么不要？兄弟，嗯，啊，我问你什么不要？这叫五万中心证，你不要？要什么？我倒想要了，他那净一桶。还想着那个，你愣吃一个错错这儿，我也胡一把。嗯，您看您多不讲理呀、啊！我这要不着有愣吃的，要不着啊，要么我看看，哗啦把人牌给扑了躺下了。你看，有那么玩牌的没有啊？这受得了受不了？就是啊，扑了躺一瞧啊，还真要不着啊。人家手是什么牌呢？什么牌？条子筒子，五万没地方搁，没有万子。搁别人没话了，嗯，他还有词儿。他说什么？我知道你不要，嗯，我问问你，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？您看您多不讲理啊！我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啊！呸、嗯，废话，一张四万没用啊！你要摸六万来呢，砍单五万就吃上了。
要胡这叫捉五魁，还多加钱了。兄弟你懂吗你？你拿钱劲捐了，我陪着你输受不了。说你还瞪眼了，不服气，不要这力气了吧，要你也不给拨了呢。这这还怨人家，你给拨了躺下，这是怎么还怨我？是啊，我给拨了躺，你力气了呀，四家亮着还来什么劲儿呢？没有的事儿，看太别扭，没听说两圈牌一把不胡的。我您这烟卷别抽了，您别抽了，打坐这儿就没闲着，一根顶着根，院香老举着，杨家芬老抽，小孩吃奶干个个老坐着，受得了吗？熄灭了吧，留这钱买过糖，还是不也解闷吗？倒霉就倒这烟卷身上了。这电灯也不亮啊，谁还点着十五毒小炮的？搁橘子哪儿去了？搁橘子哪儿去了？换个大炮的，来个两万足的换上啊？什么您呢？多大的？两万足的炮子，就我这小窝，要换个两万足的，到天亮四位成烤鸭了啊！就是。你别骂人行不行？哎，换不换我这有多大的炮子，不换拉倒啊。你这别蹬着别蹬着，小八狗撒尿还敲腿了这儿啊。哆嗦什么，吃烟的油子了你。您这出戏倒不错，艳阳楼还高登了啊。坐那坐那稳稳当当的。真别扭，告诉你说怎么地了？今儿我这愣一把，怎么又犯味儿了？打刚才闻了一鼻子，我就没找着啊。这股子味可不好受，转着弯再来。在哪儿了？在这儿了。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？你这什么毛病？这是打牌也解闷儿，串脚气也解闷儿，串也没关系，串完了你到洗手去，不洗手跟着划了牌，我抓牌又爱沾唾沫，这是受得了受不了？多不卫生！别串了，拜拜，别串了。天亮洗澡去吧啊！蚊子香点上来吧，人丹吧，你说这小屋受得了吗？这股子味儿打哪儿走呢？哎，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？怎么没窗户啊？好倒霉，我坐洋火盒里了啊！哎呦，这臭味儿打哪儿走啊？啊，什么？咱把房顶挑了啊？不胡把房拆了？八圈牌到这拆房来了，你瞧瞧。好容易这把有听了不、您听明白什么胡啊？啊，二筒发财对倒，对倒胡，发财出来是个大胡哦，二筒出来还是个小胡。胡不了。怎么呢？他挂线哦，禁不起大胡。打这俩手就哆嗦。打什么说话啊？这把可有听了啊。我要跟你对子，算我排气背，对不对？你要拿着一张，你也糊不了，我也糊不了，别往性尖挤了，不礼貌该放放渣了。他这对发财也不知搁哪儿好了，搁到这儿吧，瞅他别扭，搁边帮着又怕碰躺下，搁口袋里吧，一琢磨又没那规矩，对，多新鲜呢。他也有主意，站起来了，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，摁着这对发财在桌子上的密磨。这眼睛睁不开了，拿这手支着，真急了。打什么说话呀？我这把可有听了啊，这两天眼神也不好，我可有听了，我要对死了算我排气背，你要拿着一张，你也糊不了，我也糊不了。
布林帽该放放这儿。打什么说话？我这嚷你没听见？蔫出溜就拽那儿，怕我活是怎么着？什么那声？南风吗？南风不要，发财才行了。哟，帅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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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点半身不遂，背过气去了。这发财真跟人对死了哦，人家那位厚道啊，啊，这小白出条人命，人家拆开了为让他红，你瞧瞧，还怕他听不见大声嚷，嗯，发财，他听见了，别忙，碰一个吧，一翻牌一瞅，糊不了了，怎么糊不了呢？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。